好，我录一下。今天我们的同学体育课上到一半，发现这只鸟。不是一半，就是一开始就找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开始就看到它在地上还是树上啊？地上。你要把它放在树上，让它看看。对啊。它翅膀会不会拍啊？不会。它翅膀受伤了、啊。哎呀，你不为什么不要垫报纸？它如果在那边大小便怎么办？对、哦，我来了。啊，算了，不要垫报纸，报纸有字菌啊。我看有没有废纸啊？你看纸在回收，还是纸板？下面就纸板，我都可以替换的啦。你知道吗？对吧？它因为鸟的粪便可以请李云介绍鸟的粪便是固态，有点这里，鸟大便后会有点湿湿的。它怎么用啊？你们怎么用啊？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到这个网络上。你要喂它吃哦。没有啦，很大。你要把它抱起来。你要把它盖着，盖着的话在。你这个拿旁边一点。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对对对。不要。没关系啊，那个。哎，要怎么放啊？塞下去。折一下，折一下，要不然。大了没？没关系啊。你先把它放住。你就把它放下去了。你应该判断他的情绪或他是怎样，是害怕。他现在很紧张。哇塞，你跟那个西萨一样。西萨是？西萨是那个什么？报告狗班长里面，他可以判断狗的情绪。什么东西？给我放下去！你有激动吗？你激动干嘛？没关系。可以。那哪个？好问题耶。老师，我们一直问。好了。你跑步吗？不会怎样啊？会怎样呢？跑步哎，又不是鳄鱼。它动那么大有吗？没有啊，它有经验好不好？经验。我都不知道它在讲什么。奇怪，我们男主在讲什么东西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我都听不懂。他在看你。在看镜头哎。那边讲。哎，你好。发呆就可以，真的。来，我们请李云解释一下，捡到受伤的你要怎么处理？那就把它喂饱。把它喂饱，让它伤势。养到它会飞，再把它丢掉。对，养到它会飞，因为这野生的鸟跟我们一般家里养的鸟不一样。家养的鸟放出去，它挂掉；野生的鸟，它还是适合在大自然。哦，他说喂饱它再丢掉。把它放生啊，但是注意，我们要放生是要放生原生种的，那些外来种的不要放生啊。好，现在录影。对啊，录影放在那个傍晚上面让大家看到。我们在凤阳国小可以捡到什么东西，连小鸟都捡得到。连小狗也穿，多少小狗捡得到？他捡到一只狗。上次还捡到李云他家的老鼠哎。是你哥那时候的。那个是鸟。鸟、哦。老鼠、啊。你家老鼠不是你说也要跑过来？老鼠有啊。你家是什么鼠啊？那个叫什么？蜜袋鼯。它、怎么会被跑来这边？它是那个晚上野狗咬破笼子，咬破，然后咬把那笼铁笼子咬坏，然后就全部跑掉。有几只啊？跑掉。不知道。然后就有一只，它的宝宝，它怀孕，然后宝宝当场在那边死在那边。哎，真是的，一切都是。然后那只公的跑到隔壁家的摩托车上坐着，等到天亮。哎，它爬得上摩托车的椅子啊？会啊。蜜袋鼯。它就住在你家是不是动物园啊？不知道。你家有几种生物动物啊？不包括蟑螂跟蚂蚁。三种。那怎么连麻雀都有养？然后三线鼠生了5只宝宝。哇，你干嘛生啊？那你男生女生放在一起，它会生的。你那生了怎么办啊？有怎么办呢？你看它一只可以生5只，5只又可以生15只呢，好可怕！15只又可以生24只哎。然后是一只又两只生5只啊，2:5啊，这是数学。5只除以二差，哎，如果都男女的话，然后多一只，多留一只公的要给另一只，还有一只母的。那你养那么多只怎么？怎么养那么多只啊？
我知道你帮我们班的厨余都拿回去了，不过他们不能吃人煮的哦，他们不能吃有盐巴的。老师，你说他们家有十几只，十七只烫青菜。星期四就变18只。为什么？因为毛毛在带我去买一只黄金鼠。你不，你你家养那么多只饲料会不会很贵啊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你们可以吃很久。你们饲料都出去哪里买？鸟店，然后还有，所以你让会拿去鸟店跟奥斯卡，所以你老鼠是吃鸟的饲料还是分开啊？分开，分开到分开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学校白放那能不能吃啊？他们不喜欢吃，那不要给他们吃，他们挑食。挑食。有闻到吗？去了去。有啊，他刚才有示范。我是说。